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也没事。谢谢。少爷已经很久没这样笑过了。少爷。 02011年经典款的大米包包，被那个女人拿走了。既然跟我喜欢同一款包，是一个很有品味的女人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3秒内，我要她的全部信息。去吧，收到。少爷，您的女人，又见面了。 终于找到他的港湾了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到了甜美，你写一首情歌，留在浪漫的副歌，你也静静的附和，你想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。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。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妈，这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小花，叫。王爷好。 来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里有一个更合适的人选，这位是风骏集团的千金米小姐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。你好，认识一下吗？妈。 不可能，我心里已经有小花了，小花走。鲍姨，哥是嫌我配不上她吗？乖儿子，别怪妈狠心啊。阿姨好。这里是500张特权码。 你用如此高科技的手段进入演唱会，属实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演唱会这个网站的研发的原理是我管理的。那我确实是小看你们集团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不会听你一度看。黄龙江一派。 全部都在蓝牙，演唱会内场，我势必拿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们两家果然赌功那场。走。 我已经跟黄龙江一派达成了最新的合作关系，我已经给你下达了最新的 brief。我们将拉齐颗粒度，构建出新的护城河，购入7000张高会特权码。你们的票啊，
终将是我的囊中之物。糟了，还有两分钟抢票。哎，还好我提前填了信息。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你们票。哈！你们终究是抢不过我的，我将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包括米小姐。哎呀，不开始了！坏了！哎，早知道就把那500个特权码拿下了。哎，我真服了。您就这么狠心吗？气死了！哎，门嘞！哎，不要嫖 ！No， 我是与我好友。No， 我要义正言辞地拒绝你，因为我们要抵制黄牛，做到公平售票。小花，哎呀！小花，马总，你在这里，我这里刚好有两张时代少年团的门票。你要和我一起看吗？我用我的，严总，我的在演唱会的正中间，能看到他们7个人。还是我的好，用我的，还是我的。小花，你是我商业帝国唯一王后，笑啥？我要用整个世界来证明。我爱你啊！搞得像谁没有一样，来，搁这儿演演偶像剧呢。没事，我都可以买下来。我的，哎，你缺你这点钱吗？用我的，我的，哎，用我的，我的，用我的，还是在我的。没事，我都可以买下来。我的，哎，来，给你。缺你这点钱吗？用我的，我的，哎，用我的，我的。哎，你看那帮人在干啥子？大庭广众之下，拉拉扯扯的，犹如斯文。王后，用我的。用谁的？没完了！用谁的？你说用谁的？你说用谁的？都可以。都想要。你不是把他们网线剪断了吗？那个三他们三个还买到票了呀？啊？包括米小姐。瓜兮兮的，那个抢票还用网线剪吗？还是武器好用。小花看到那个票，应该会理我哟。哎呀，该死！我忘了他们有5G 网了。5G 网？算他们踢到棉花啦！我爱你。用我的。什么呀？哎，你们都别想着他呀，我还没票呢。好，庸俗。来，我的。鲍姨，这是我拿的2张票，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。哎呦，好孩子啊！原来是我错怪你了呀，还叫什么鲍姨啊，叫妈吧。好嘞，鲍姨。哎，我们刚来就结束了呀。哎，没事妈，我给小李打个电话。行。哎，小李啊，我们刚到那个结束了，给我们再加一首歌啊。好。嗯，好。啊，听到了吗？嗯，好。哎，来了 TNT 等
坚持坚持，多喝一些特写儿，多进位。少爷，您二一年经典款的大米包包包被那个女人拿走了，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三秒内，我要他的全部信息。去吧，少爷。他很重。他没拿回家。少爷，有了。你还要去那些独白？你的独白是竟然有人跟我死他一样的包，很有品味的女人。那我再从我们来一个。三二一。少爷，你二一款限量版的大米包包包被那个女人调包了。竟然有人跟我，三二一。竟然有人跟我同样的品味。竟然有人跟我有同样的品味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。三秒内，我要他的全部信息。好了，我可以走。你拍我了！哎，你在干嘛？不是，我想是这个。啊，来来来，再来一遍。我比你漂亮，我喜欢。霍姨，哥哥说说我跟不上他吗？我还没说话呢。Okay. 你饿了吗？那我要说。妈，我不喜欢。儿子啊。霍姨，你走了就。哥是说我配不上他。哎，我觉得他是变心的女人，我过了心智。
来吧。妈，这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小花，叫欢迎。不是嫌弃我配不上你。三，对不起，我的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浩姨，不是嫌弃我配不上他吗？哎，我走了，为啥不把女朋友带走啊？没事吧？等一下，妈你笑。可以。不挺好的。他俩还有啥？可以了吗？好，来下一个。哦，他俩带不走他是吧？没有，我没有带。我说，我等一下，我说带你走，你说不。好，我走了。不，你要跟脖子妈吵一吵。开始。妈，这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小花。你要走，快，三二一，我心里只有你。
子啊？他是你儿子吗？不是，他内心独白，他没有独白。先接一下，接一下。高姨，哥是嫌我配不上他吗？乖儿子，别跟妈赌气了。乖儿子独白是最显个的。没事，打开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来，那我们开机了啊！你把后面的，你什么二狗子从这个从左的话，这个直接走。不是跟你这样，就从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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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是那个女的，特权马呢，还是？阿姨，这样我给你解释一下，特权马只是用了特权，优先抢，优先抢票权，你脑子不够使，抢人家的票，合计从头半天说错了500个，不是500万个。发不了这么多，搞不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从头从头哈。来，三二一，啊，好起来。三二一，入场。阿姨好。这里是500张特权码，我要你立刻离开我儿子。阿姨，特权码只是。只是什么？你不要笑我，阿姨好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三二一。阿姨，特权码只是用了优先抢票权，没有特权码我照样可以抢到票。就凭你，你抢得过黄牛吗？说话呗。可不对。要不然你可以这样。来了。就凭你。没抢。高贵高贵一点。来三。不是这个来。三二一。就凭你。太高贵了，太高贵了！哎呀哎呀，整一下活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就凭你，你抢得过黄牛吗？阿姨，滚！还没说完呢，你干啥呀？不能这么狠心。三零二一，开始。你就这么狠心吗？然后拿起砖子上的。是我管理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原理都是你管理，管理就在瞎说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再来一遍。好。你可以不要笑了，我刚才笑意了，你要带肃杀的那种，是凶的那种，轻蔑的笑。不是一三五吗？我觉得你竟然敢出场早，不是得等，把你们反应完，小哥这段话，我反应说话了，就我已经反应了。哦，那再来一遍是吧？小哥再说一遍吧。好啊。
五百号我提前发了信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得有个手机。搞半天，你的手机没拿干净吗？来，给你个。我家推门而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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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终究是抢不过我的，我将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，包括米小姐。我要
上了吧他们。嗯，不是，你啊，对你得你得拿着马哥跟炮响子飘，一人拿一张去给鲍姨。来吧，三二一。用我的，用我的，我的位置更好，能直接看到我们几个人。三二一，用我的，用我的，我的位置更好，能直接看到我们几个人。用我的，我的位置。炸！小花，你是我商业帝国唯一王后，我要用整个世界来证明。谁没有一样？用我的，用我的。在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的流露斯文，你不是把网线剪断了吗？他们长得还蛮漂亮。哎，我忘记他们有五 G 网了，算他们踢到棉花啦。好，三二一。好，三二一。哎呀，我忘记他们有五 G 网了，算他们踢到棉花了。你们都别只想着他呀，我还没票呢。给我一张单，你可以用方言讲。别整了。啊，别整了。哎，你们都别想着他呀。这两个玩家，这个，
不是，霸总应该跟小花在走在一起。霸总跟小花走在一起。霸总跟小花。来吧来吧。好。三二一。刚才就出来了。哈哈，哎，没事啊，我给小李打个电话。哎，小李啊，那个我们才到演唱会就结束了，给我们再加一首吧。啊，听到了吗？嗯，好。来，来了。TNT 来看。